Oh my gosh， 我的白马王子吗？王子吉祥。哒哒哒滴哒哒。我是不可以随便跟陌生人讲话的我 ，but 我们算是见过啦。就是你跟我在梦里一起走走，就是你那双眼闪耀的光芒多么熟悉，全世界只有我看过这一道风景。如果那个人真的就是你，我猜你的回忆眼见到我就爱上我。啦啦啦，如果那个人真的就是你，我猜我们两个一见到面就坠入爱河。咕咕咕咕咕咕。Sorry， 我是不是吓到你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没有吓到我，只不过你是一位陌生人，你知道就好了。可是你忘记了没？我们见过的我啊？几时哦？是啊，你自己讲的，在梦里面吗？切，就是你跟我在梦里一起走走，就是你那双眼闪耀的光芒多么熟悉。啦啦，谁是？